Pick a Who, Guess Who. Find out on today's Razor Pop. Long, slender legs, peek-a-boo finish, and those clumsy bi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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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 Girl next door, Zhang Yanling, has morphed into a sexy siren. The Chinese singer was first in Singapore 2 years ago for a music showcase with Kitaro. Album promotions. Last year, the Sichuan-born pop star also performed here at the Mnet Asian Music Awards. Today's造型真的跟以往真的不一样，就是让你身材那么好耶。就只是最近半个月的样子开始瘦身。有特别什么秘诀，就是可以有傲人的身材？我也没有。我始终没有穿。老实讲，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我挺怎么讲，挺忐忑的，因为这对我来说不算是挺安全感的衣服。我纠结的点是，因为对我来讲，它太镂空了。你会给他们一个尺度吗？比如说啊，这是最短了，然后。这尺度在不断的调整中，所以才会今天穿这样出来，所以还有在可以调整的空间。那我估计调整不了多少，很极限了。对于自己身材方面有比较满意的部位吗？我觉得，通常大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是手，因为我全身上只有手是最瘦的，因为我骨骼比较小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圆圆的形象。不会啊，就你的脸是很尖的啊。没有，可是我知道一上镜头之后一定是圆圆的，我知道一定是这样。会不会有比较多手的姿势会出现呢？就是在你的对拍照的时候，可能手比较活跃这样子，可以展现一下一个手的姿势这样子。怎么展现？差不多是这样，这样会比较有这样的。哎呀。我真的觉得好奇怪。对不起，反正我就觉得怎么讲，就是全身上下最瘦的就是这一段，所以还不错，还可以看。爱自己，能不能比较注意或者不满意的部位是哪里吗？就除了手。除了手。对，我觉得如果从自己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自己挺好的，就平时也不会注意到自己身材怎么样，长怎么样。但是作为艺人要站上台，你就要让自己有形象，所以都会尽量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要克制一下自己。因为我觉得吃和音乐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乐趣，都是我不可以放弃的事情。很难怎么样去平衡它，反正都不会太过。In time to promote her upcoming concert at the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her first in Singapore, the former Supergirl star revealed that fans can expect even bolder costumes at her concert. 你会说这次的造型是你有史以来最大的突破吗？就是在演唱会上的那个那样子的造型。算是很突破了。然后包括一些比较，因为以前我会是那种穿衣服比较老实的那一种，然后这一次造型师 Thomas 也是帮我设计了一些比较立体感的衣服，然后怎么讲，然后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小细节，对，这也是我慢慢适应过来。就是比如说那毛巾是吗？对，主要因为它刚好放在胸上，让我觉得很比较不自在。所以那接受的过程，心情的转折是怎么样的？转折就是真的到了演唱会那天，就想不到这些好像不重要的事情，真的变成就像造型师说的，这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别人看的。 The costumes should come with a warning though. 这是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演出之前第一次演唱会，因为那一次我就是刚好上台之前那一段时间有受伤，本来跳舞上面有点吃力了，然后就是我的同事就过来安慰我，然后说来我抱抱，然后我忘了我穿的那一身衣服，我就很使劲的搂了他一下。然后这第一套衣服就是你们看到那个海报上面的衣服，因为上面有那个钉钉是真的，所以就勒到他很痛。淌血没有啊？没有，有淤青。
真的。Next,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different sides of 张靓颖。Cause I believe, cause I believe, 你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 yeah, 我比谁都确定你的心。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你现在收看的是 RZA TV。Her melodious high notes and sweet demeanor earned her the nickname Dolphin Princess when she first burst onto the music scene 7 years ago. But Chinese singer 张靓颖reveals there's more to her than her girl next door image. 既然这次演唱会是我的模样嘛，对啊，所以你最想呈现给歌迷的一种模样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不能用一种来形容，我好像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模样的表现，包括这一次的音乐的安排，其实每一个环节它都挺怎么讲，比较像冰火两重天，安静的时候会很唯美很安静，然后嗨的时候也会很疯，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很难特别靠拢，但我觉得都是我的模样。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是疯狂的还是安静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是幼稚的，都是我。你有做过什么极端的行为是连你自己都吓到的吗？我不像是一个会做特别疯狂的事情的人，但我像是一个会做特别傻的事情的人，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非要出去散步啊，或者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故意把自己丢了，越是觉得可能没有回头路的地方就越想去。为什么会有想要做这种事情的冲动？因为 我希望多一些体会，多一些感受，希望自己不要每天都过得特别好像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自然而然就那样，总是想生活当中发生一点意外，发生一点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情绪，我不想一直情绪是这样，我喜欢这样的情绪。对，多给我点刺激。The Supergirl alumnus sure sounds like a romantic at heart, but is a roller coaster ride something that she looks for when it comes to love? Unfortunately, that's the topic the 27-year-old clams up about. 不知道你现在感情算是空窗了？我通常很少聊这些，不是很少，就是几乎不聊，因为可能也是一直从出道以来的一种抗拒，我会觉得如果要通过其他的事情来让大家对我的音乐感兴趣的话，不是一件特别让自己骄傲的事情。 But Jane is more than happy to talk about her other professional role as the boss of an artist management company. She founded Show City Times in 2009, which manages artists like Malaysian singer Gary Chow. 七年来你都说了嘛，就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所以现在就是加入了自己公司当了股东，会不会可以给自己比较多假期，认识新的朋友这样？就是因为跟他们太熟了，所以我很容易点头，我并没有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要轻松，但我觉得快乐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速度，然后更重要的是我适应了这个氛围。可能以前我觉得很多的工作都是公司给我安排的，然后我在执行，我好像很没头没脑的每天在跟着别人转，可是到现在我会觉得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有一个意愿想要主动的去做的，我觉得这个不一样，虽然同样的很累，甚至于以前可能熬夜也就是几天，现在可能超过那个极限的话，但是你心里面想的是我自愿的，我活该的，就是这种感觉。For more on the sexy 张靓颖, check out our other clip.